大家好，我是娜娜。我们今天不是一家四口了啊，今天一家五口去河北管条县去玩一会儿，因为白天太热了，晚上那边有夜市，我们去逛一逛。我们看不见你，正好挡着你，我这个座位。这能看见奶奶了吗？这回能看见奶奶了。我们住的是，我们家是在山东冠县和河北管条县呀，是交界处。这个给大家看一看，转个镜头啊，距离也就是十多里地啊。我们在这个两省交界处的这个大桥上啊，七一大桥，过了这个桥就是河北省了。张卫河。哦，这条河叫张卫河。海。一条。绝路海，那它都到海。这条河是张卫河，海河，但是河水不多，看不见。看这个角度能看见这条河啊，特别窄的一条河了，都成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管条的夜市上边了，都有卖什么的？这是卖鞋的，这边还有卖衣服的。夜市不大，就是一些卖小百货的吧，还有吃的之类的。这十个圈什么都没套着，结束了。儿子，套圈结束了。要了两个炒酸奶，一直不知道这炒酸奶是什么原理。老板说是冰箱的原理，锅是凉的。整个夜市就是一些卖百货的，然后卖吃的和小孩玩的。我们吃了炒酸奶，然后吃了个那个广东河粉，然后现在去商场转一转，因为夜市蚊子太多了。我们现在到管条的这个街上啊，看起来像是老县城啊，街上有卖东西的，旁边呢还有一个商场，我们去商场转一转，看看有什么东西。我们现在逛完了啊，在管条逛完了，夜市上溜达一圈，上商场又去了一圈，给我妈买了双鞋，买了个包，还买了一双拖鞋，买了一双皮的凉鞋。行，今天完美的一天过去了。看见我了吗？能这么看见？能看见你？人说咱俩长得像，我看我这脸比你的脸大一半了，快，是不？看我这牙都齐了，其实也没这么齐。人家都说你年轻。太年轻，五十多岁才还不年轻啊，人家都六十多岁才还没当上奶奶呢，你这五十多岁这个奶奶这个孙子都十岁了。年轻奶奶。